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. 第一集，我是凶兽猎人。千年之前，人类与这片大陆上称霸的兽族对抗，在挣扎求存的日子中，逐渐濒临灭绝。这时，有一个猎人带着他的神枪，勇敢地进入了兽族聚集的中心地带。凭借强大的意志，星兽竟然愿意与他合作，把自己力量依附在猎人的神枪上，成为神枪的兽力量，为猎人而战。从此，越来越多的星兽猎人出现，在经历了一段很长时间战争后，人类终于击退了恶兽，兽族也渐渐地分成为两类，一种是对人类充满敌意的恶兽，另一种则是能够和人类合作，成为神枪的星兽。天快亮了，又是一个平安无事的晚上。原来是乌鸦，吓我一跳！我神奇登场了！恶兽，等你好久了，终于轮到我出风头，成为帅气的星兽猎人了！爸爸，放我下来！林城，老实待着，恶兽由我们大人来击退。不，我已经长大了。我要保护村子，我要成为星兽猎人。不，儿子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以后不要再提星兽猎人的事。我走了。爸爸，我迟早要让你知道你错了，大错特错，我一定会成为星兽猎人的。快救火！救火呀！快救火呀！太好了，得救了！大家别慌，按平时操练的阵型来。远程投射开始。瞄准恶兽，发射！哇！耶！哇！不要过去！又是你们几个，识相的话快点给我自动消失。你又是谁？不认识我？你是新来的吧？嗨！哈，什么乱七八糟的恶兽，由我来解决吧。星城，你怎么来了？这里很危险。爸爸，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能当英雄的，我也可以。哟。哟吼，1-0，爸爸，你暂时比我落后一只。星城，我说了多少次，你根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挑战呢。我刚刚不是完成挑战了吗？
这样的破坏力，这样的伤痛感觉，这样发自心底的恐惧，没办法了，来，安雷兽！啊！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哎，他要逃跑了。算了，让他走吧。啊！怎么能放过恶兽呢？我要教训教训他。我倒是要教训教训你。跟我回家。不要！那不是？没错，是奔雷兽。我们追踪三年，哼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星兽猎人达文。走吧，这次不可以再让他跑掉了。叫你在家待着，为什么就是不听？刚刚很危险，知不知道？哎呀，我只是想帮忙。爸爸。你凶什么凶？不就看看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收拾好行李。今天在你少年礼之后，我们就离开云山村。什么？又要搬家？为什么每次使用兽枪之后都要搬家呀？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你是星兽猎人呢？以后会告诉你的。对了，星城，你刚才害怕吗？以后会告诉你的。小子，好啊。老爸，其实你拿枪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帅的。不管老爸你支持不支持，我将来也要像你那样，当一个超级帅气的猎人。只有一点点帅而已吗？只有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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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一点都没有，一点都不帅。可恶，过完今晚少年礼，我就有资格进入森林寻找我的星兽了。可是偏偏明天一早就要搬走。哎呀，好烦好烦啊，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谁在偷袭我？星城，快过来玩弹弓吧。对呀，先热身一下，今晚少年礼得通过射击测试的呀。弹弓这种小儿科我可一点兴趣都没有，只有真正的星兽猎人才是我追逐的目标。弹弓就算了吧。你是瞧不起我们吧？我倒想看看你有多厉害。好痛啊！等我成为了星兽猎人，就给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射击。姿势满分，小孩没什么用。你们有星兽，装什么猎人呢？就凭你这点能耐，想成为能力强大的星兽猎人，做梦吧！连一块石头都躲不开，星兽才不会承认你这样笨手笨脚的人呢。没有星兽认可，你永远成不了星兽猎人。嗨，没错，要是我有了星兽，哼，我就能堂堂正正的
当上猎人。哼！啊哈，达文先生眼光真好，孩子们都挑这一款来应付少年里的射击测试。嗯，星城一定会喜欢的，就要这个吧。根据昨晚的兽能弹轨迹，哼，居然这么快就来了。原来是佐森，毕竟是有经验的，难怪可以这么快追踪到这里。是我看错了吗？哼哼，可是已经相当接近了。咳咳，达文当年好歹也是天才猎人，没那么容易被找到的，我们在周围逛逛吧。星城，星城！啊，糟糕，难道让圣猎联盟的人抢先一步了？谁动了我的备用装备？难道星城忍不住偷偷的跑去找星兽了？快去找他吧。没错，森林里太危险了。星兽猎人的装备好帅气呀，爸爸却从来不让我试试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不过这枪柄比想象中要沉很多呀，还有猎人护镜到底是怎么用的？星兽，我来了，到底会是个怎样的家伙陪着我一起去保护人类呢？就在这里吧。咦，哎呀，咦，哈，碎了的红色饼干有利于诱饵气味传播，爸爸是这么说的没错。哦，下雨了。雨水怎么这么黏呢？还有点腥味儿。红饼也能吸引恶兽啊！是你们啊，赶走你们的是我爸爸，不是我呀，你们可以去找他呀。爸爸，都怪你惹的祸呀！快快快，想起来呀，爸爸平时是怎么说的？我的枪柄，又来一只恶兽，这下真的非常糟糕啊！是我星城的。
这只恶兽太强大了。被谁锁在这里？如果他摆脱锁链，那该有多强大呀！啊，星辰，算计了，什么正面决战，原来只是想把我们困在石林里面。星城，等我，千万不能有事啊。你呀，啊，难道我就要在这里倒下了吗？说的真正的战场吗？我真的不行了吗？爸爸，你问我怕不怕？我怕，但是我不会退缩，我才不会在这里倒下。我星城可是要成为最强的星兽猎人呀！在这里，星城，你是星兽？我是星兽猎人星城，烈焰冲击发射，第二集咆哮吧海岩兽。上集说到，恶兽袭击村庄，星城想为保护村庄出份力，却弄巧成拙，幸亏有父亲达文补救，赶跑恶兽。
星城为了成为星兽猎人，便独自跑到森林寻找星兽，不料却遭到恶兽袭击。逃命时无意解开了凯岩兽的封印，并与凯岩兽结成搭档，共同对抗恶兽。我会成为一个厉害的星兽猎人。你在得意什么？根本就没射中。怎么可能？你没看到前面被击中，连石头都粉碎了吗？你看清楚点儿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是已经击中他了吗？连基本动作都做错了，还想射中？你就不能说句好话吗？可是你都没给我表扬你的机会啊。不要你啰嗦，我这次一定能射中。发不出来了。没装兽能弹还能发射吗？这次我可要称赞你了。我只是忘了。锁定目标，烈焰冲击，发射！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这次射得又快又准了吧？呀！兽能弹，爆发钻田，圣火海岩兽，烈焰冲击，发射！什么？竟然能挡回来？没弄清楚状况就乱射，果然是超级新手。护盾吗？打穿它不就行了吗？爆发装填，烈焰冲击，发射！你这些馊主意真的有用吗？怎么会没用？听我的准没错，我就不信打不穿他的护盾。凯岩兽，你干什么？太浪费兽能弹了！凯岩兽，浪费兽能弹，三发兽能弹，一发兽是一只恶兽，还有一发剩下的呢。你要相信我，烈焰冲击，发射！你要瞄准一点啊！都是你不配合才没击中。星城应该就在那里了，看来情况不妙，我们要马上赶过去。终于来了呀！好久不见，达文。是啊，好久不见。
达文，跟我们回圣烈联盟吧。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有点忙，没时间跟你们叙旧了。奔雷兽，电脚雷击。我先走一步了。哎，想跑没那么容易。兽能弹发射，兽能弹发射，你们就是这样招呼老朋友的吗？哎，就能击败他们了。什么？啊！危险！星兽猎人过来！不，优秀的星兽猎人是不会丢下他的星兽的。星辰！不好！为什么拉开我，不让我去捡枪？没有枪的话，我你可是我的搭档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能出事。不，儿子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以后不要再提星兽猎人的事。可是没有兽枪，我还算什么星兽猎人？我知道，可是星兽枪柄还不是你真正的力量，必须要有我。你不是早就是我的拍档了吗？啊！哼，你太弱了，哎，我还在考虑呢。啊！好，你等着，我要证明给你们看，我能成为真正优秀的星兽猎人。你又乱来。可是没有枪柄，只有你的话还是不行啊！哎呀，让我去吧，凯岩兽！哼，还有这招，声东击西！哈！就是现在！喂！呀！去圣殿联盟啊！爸爸，星辰，你竟然敢自己一个人来森林！爸爸，你的脚受伤了。对不起，我……爸爸没事。他是？他就是我的第一只星兽，凯岩兽。啊！不过我还在考虑，他太弱了。哈哈，凯岩兽！啊，原来你就是凯岩兽啊！对爸爸那么好，对我就没个好脸色。不就因为你是笨蛋，害得我总要保护你吗？你说谁笨蛋？谁在保护谁呀？凯岩兽居然成了星城的星兽，难道这就是命运吗？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呢？星城，你能得到星兽的认同，已经超出了我的意料。爸爸，但是如果你想成为真正的星兽猎人，信任……
星城，你是不是真的准备好成为星兽猎人了？现在就有一个最好的机会，证明你的能力给我看。可是有凯岩兽，没有枪柄，难道叫凯岩兽自己去攻击吗？我自己一个就可以打败他们了。凯岩兽啊，我们先看看情况吧。嗯，你看到那里的枪柄了吗？看到了。星辰，你啊，这样，真的要这样吗？这是最后一颗兽能弹，你拿好。什么？爸爸，那你不就很危险了吗？我跟凯岩兽还……你一定要相信自己和凯岩兽，我相信你们。可是我还不能完全发挥出凯岩兽的力量。星城，你要凯岩兽相信你，首先你要相信他，用心去了解他的想法。记住，你们是一个团队，只要你们能相互理解，就能战胜一切，知道吗？理解是什么食物？很好吃的吗？我要相信他，要用心了解他的想法吗？凯岩兽，之前是我不对，只叫你听我的，却没有去了解你的想法。我们还可以再合作一次吗？当然可以，因为我们是搭档。谢谢你，凯岩兽。本来兽，我们行动吧。星城，看你的了。是在找我吗？兽能弹发射！来吧，凯岩兽，变身星兽猎人！来吧，凯岩兽！星兽枪柄，星兽力量，变身合体！锁定目标，烈焰冲击发射！怎么样，宝宝？我是一名合格的星兽猎人了吧？还没有，还差一点点。什么？前面还有两块牛皮糖没甩掉呢。达文，这次一定不让你逃掉的。爸爸，他们是谁？他们是爸爸以前的旧朋友，但是不太友好啊。把你抓回去，三元老一定会嘉奖我。达文，不要怪我。糟糕，爸爸已经没有兽能弹了。发射！发射！为了爸爸，我一定要想办法。去吧，我相信你。谢谢你，凯岩兽。他竟然不躲。嗨！什么？凯岩兽，看你的了。烈焰冲击发射！我一定会抓到你的，达文，我一定会抓到你的。
爆发力好强，跟你年轻的时候一样。达文，这就是你的儿子吗？星城，之前爸爸认为你没有准备好当一个真正的猎人，不过今天爸爸发现你已经长大了。啊，爸爸，你的意思是答应让我去做猎人了？现在的你已经有能力保护村子和自己了，去吧，去成为星兽猎人，成为万人敬仰的大英雄，证明给我看吧。啊，爸爸，他们为什么要抓你？以后我再告诉你，但现在我们要暂时分开了，到胜利联盟去，那里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。暂时分开？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？拿着吧，这是我送给你的少年礼的礼物。爸爸，等你成为了真正优秀的星兽猎人，我一定会来找你的，在这之前，星城就拜托你了。果然只有我才能保护星城。喂喂，谁保护谁呀？星城，爸爸，不，爸爸，不要走，爸爸。是他，追！什么奇怪的声音？是爸爸跟我联络的暗号。爸爸他真的走了。星城，别难过。你知道什么？被抛下的又不是你。为什么他刚承认我的能力，就要离开我？爸爸不是答应等你成为优秀的星兽猎人后会再见面的吗？好，决定了，我要去胜利联盟，成为真正优秀的星兽猎人，或许能知道爸爸离开的原因，再次见到爸爸。星城，这就是你的少年礼，你已经有资格踏上猎人之路了。没错，不过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。知道了，我们是时候离开了。嗯。爸爸，我一定不会忘记跟你的约定，下次见面，我一定是和你一样出色的猎人。我也会好好保护星城的。Hi, if you like this video, please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 and turn on the notification bell. Thank you.